说他们四个会游泳吗？狗刨吗？老黑，你会不会游泳？你毛这么短。我今天要带着他们四个尝试一下脱绳，他们能不能跑回来？找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。差不多得了，杜斌，老黑，哎呀，深深得了啊！一个草地，旁边还有水，他们可以去喝水的。我看他能不能跑回啊？这是一个比较风险的地方。雪山在这个地方喝水呢，哎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在那个河中间。但是我一叫他有反应，他在朝我这边走，吓死了！喝个水给自己放河中央去了。雪橇犬是真的这么喜欢水吗？估计是太热了吧，就不想喝了。它在水里面自由的奔跑，哪里像这个？只会在那晒太阳。短毛狗，怕它冷。我估计它会，好像狗都会游泳吧，它会冷。哟哟，你热不热啊？这么棒！不晒了，不晒了，给它放车里吧，它特别烫，黑色吸热，乖，太热了。老黑，跟雪山学啊，你们三个都要跟雪山学习，能叫我回来，现在我特别开心。在水里面都能听到我叫它回来，说回来就回来了。现在它好像知道自己叫做雪山了，哪里相信？是的。你看你自己给自己啊去游泳啊，他是不是睡着了？我真无语了呀！啊，我都没有锁他，我现在都没有锁他，他就这样睡着了。你可见他有多害怕吗？就不像这个，刚拽回来，这家伙又准备去玩水了。